我看见我哥在偷偷的给你挑礼物呢。真的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给我准备的，不是给你准备的？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？嗯，后天。所以啊，这个月咱们家只有你过生日，不是给你准备的，是给谁准备的呀？而且，我还看到那是一条项链，上面有 happy 的字样。不是送给你的，难道还是送给哪个男生的呀？雨香，真的给我准备了生日礼物吗？我哥啊，又不是什么铁石心肠的人，你呢，又是我哥的初恋，人家不都说了吗？初恋啊，是最美好、最让人难忘的。虽然你们中间有一些波折，可是现在也算有情人终成眷属了呀。最重要的是，你还怀了我哥的小宝宝。我哥的心不向着你，向着谁啊？嗯，雨香真能这么想就好了。我对我哥有信心，所以啊，你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哦。你要记住以柔克刚四个字，别动不动就跟我哥又吵又闹的。我相信啊，将来你们一家三口一定会很幸福的。燕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我真对不起你。对不起？你弄错了吧？你应该说谢谢我才对呀。对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我的好嫂子。这是我亲手做的，做得不好，不过我是真心的想祝福你，希望你能快乐。快乐是自己找的。甜心，从现在开始你要快乐，要开心，更要坚强起来，因为你已经不是那个过去只会任人欺负的甜心了。晚上我订好了餐厅，就是我们以前常去的那家。订餐厅？别装了，你不是已经给我准备好惊喜了吗？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我小张快过来。哎，你看啊，之前掏女郎广告铺天盖地，我还以为他们自创的品牌有多好呢。啊，原来啊，卖的是黑心货。哎呀，这下完了，这开业都还没开好呢就被人抗议，这开业了以后可怎么办？小路子，你们刚才说的是掏女郎吗？哦，总经理，是啊，您看现在网络正在现场连线直播呢。现在记者所在位置是号称自创品牌的涛女郎店面前方，原本选在今天剪彩开业的涛女郎，现在却在爆料说他们卖的是黑心货。现在请看现场实况。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不行，我去找天心。哎，雨翔，会议就要开始了。会你们先开吧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雨翔，不要再打了，我帮忙打，太过分了，你们打。
你还好吧？雨翔，你来这干嘛？我问你的事，快走！我不会走的。我说过，我要保护你，这个诺言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接着打，接着打！走吧，雨翔。我便在这陪你。让开！让开！好了，别砸了！干什么你？让开！太过分了，你们！别砸了！住手！让开！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，闹够了没有？赶紧走，不然我叫警察了啊！滚开！啊！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哎，我看甜心没事儿，倒是周雨翔咋出事儿了？你看他这身衣服啊，又是鸡蛋又是白菜，再加点紫菜呀、那就紫菜蛋花汤一锅了。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到这儿来帮周雨翔挡鸡蛋吗？就算不顾自己，也顾顾肚子里的孩子吧。雨翔，今天啊，我看见我哥在偷偷的给你挑礼物呢。真的吗？那是一条项链，上面有英文单词 happy 的字样。甜心，我真的没事，你走吧。哇，你干嘛？你这个贱人！这个是雨翔送你的，对不对？你居然带着我老公送你的礼物在这里开业剪彩，是故意要向我炫耀吗？还是故意通过网络来向我老公传情？怪不得，怪不得雨翔一看到你有危险，立刻就飞奔过来，替你挡这些臭鸡蛋烂菜叶。原来你就是这样雇佣我老公的啊！你们过来看呐，大家看，甜心这个贱女人不仅卖黑心货，还勾引别人老公，这个就是她勾引别人老公的证据。别听她说，甜心，你怎么是那个妖精啊？她破坏了人家的美好姻缘。他们不要听她的，我不要拍我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。我没有说谎，好了，不要听他的，别拍的，他才是那个妖精啊！闹别拍了，别拍了，对不起各位，别拍了呀、对不起、哎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你们不要拍了，听到没有、我做什么？只要一天你们没有断，我就会闹不够。够了，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别拍了，好了，别拍了，方彤，好了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周雨翔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他肚子里还有孩子，万一伤到孩子怎么办？我们是故意的。说一句不是故意的，你就可以这么对他吗？不大对啊，搞得你好像比孩子爹还紧张。哎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来这儿？我来帮大嫂打抱不平，怎么，不可以吗？哦，说的倒好听啊，帮嫂子打抱不平。我怎么觉得你是借这个机会来砸我们的店呢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有没有胡说你心里有数？刚刚那些流氓是不是你叫来的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这所有的人都看见，是我把那帮人赶走的，你居然说这帮人是我找来的，这找茬是不是？这就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，那些流氓谁的话不听，就听你的，是不是你叫来的？笑话，你自己刚才也听到了，我是说如果他们再不走的话，我就会报警，他们才走的。好了，都不要说了。周总经理，谢谢你赶来帮忙，让你变成这个样子我实在很抱歉。你们的衣服清洗费用我会负责赔偿，后续我们自己会处理，请你先带你的夫人回去吧。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不用了。我跟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你对我已经没有任何义务和责任，有袁平在他会帮我的，你在这里只会越帮越忙。是我没有考虑好后果就跑过来了，害你受累，对不起。姑娘们，怎么走啊？是啊，你给个说法呀。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对了，我们进去看看高总。好。哎，好好，你们进去吧，这里这么乱，我要打扫打扫。来，进去进去进去。哦，走吧。
哎，朋友们，哎呀，没什么好拍的啦，要拍你们就拍我了。哎呀，好了，算了算了，大家走吧。哎，拜托拜托，哎，走吧走吧，谢谢谢谢，哎，拜托大家了。哎呀，谢谢大家，哎，慢走啊，各位，哎，谢谢。哎呀。